为什么不去了？去哪？Our secret base， 为什么就不去了？How could you do that？ 不是都讲好了吗？我介绍你给我老公认识，你的下一本书就是要用我当主角的。What do you want？ 凉凉 ，You want to talk to me？ But 我只是想不通，为什么你们那么热心帮他出书啊？ I don't know. It's my husband's decision. 我是有帮忙推荐啦，但是庄先生的 novel 本来 quality 就很好啊。 He got the gift. Don't you know that? Okay. You don't get it. 那个叫英文好，他那是会背单字而已。喂， 为什么不去了？去哪？ Our secret base. 为什么就不去了？ How could you do that? 讲好了吗？我介绍你给我老公认识，你的下一本书就是要用我当主角的。知道，但我现在在改变写书的路线啊。然后你这种事情写那个是为了赚一点钱。How could you do that? You got what you want， 然后你就忘了你的 follower， 忘了我。你信不信我可以叫我老公不帮你的？来了，善美姐 ，May I help you？ 婉清。 有空吗 ？What do you want？ 凉凉 ，You want to talk to me？ But what's wrong， 善美姐？你有什么想说的 ？Just say it， OK？ 我先生出书跟你有关吗？还是跟你先生有关吗？我只是想不通为什么你们那么热心帮他出书啊。 I don't know. It's my husband's decision. 我是有帮忙推荐啦，但是庄先生的 novel 本来 quality 就很好啊。He got the gift. Don't you know that? 这我知道，但他这几年写东西都神神秘秘，从不让我看。我只知道他一直在写，就这样。Okay. You don't get it. Come on, 善美姐，你来应该不是要问我这个，是想问管委会的事情吧？ 我跟你说，不管你跟我说什么，我都会 support 香婷姐的。We are best friend， 不 ，We are family now。 但婉清，陆湘婷她把安琪赶出了社区，你就不担心以后她为了自己的利益再对你做出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吗？她是为了整社区的 whole family 的安全着想，不然她人很 nice 的。 而且之前我们对安琪的帮，这个是我常戴在身上，可以擦一些淤青，或是外伤的，很好用，你留着吧。干嘛给我这个？婉清，我常常看到你身上都有淤青，每次都在不同的地方。你要不就用这种披肩围巾遮，要不就用首饰遮。你有什么困难？ 可以告诉我，我会帮你的。I don't know what to talk about。这个是做运动弄的。这个婚姻这样不正常，这种人你不能留在他身边的。So your marriage 就很正常。我们没有那么熟吧？你要给我婚姻的建议吗？ 稍等我。 香婷姐，嗯哼，哦，其实他现在在我这边。OK，Sure，Bye，香婷姐。三美姐啊，几个姐妹在 talk about 安琪的事，觉得 maybe 我们上次对她有点太 cruel 了。 所以想要约你跟安琪一起，刚好隔几天是你的 birthday 嘛，我们办个 party， 大家一起吃顿饭。生日 ，Your birthday，Come on， 你自己不记得吗？